不行。哦，可能加个保护。包装最后一道工序，包完以后都可以出口了。绿色多好看，有水灵的绿色。你再重新浇一下姐。俗话你包这一个需要几分钟，这一回都出来了。装袋儿，固定好以后该装袋儿了。把它顺一下。把垫板抽下来，放个垫板不容易戴帽，干净后边。包装的时候不好包，这个一根一根的顶上好有绒毛毛，不好来把它修一下。那来我看一下，苏啊，这个活就完成了。这是绿色，这个是1:33。四号，这是另一个平面，用金色的吊牌包嘞。这个也是包出来很漂亮的活。这样走到非洲，他可以直接都来头上缝了，或者来头上钩了。